其實咧控制疫情咧啊呢件事咧係我哋大家都好關心嘅事嚟嘅。控制疫情除咗依賴政府同埋醫護人員嘅佢哋不斷嘅努力，亦需要咧我哋市民咧守望相助咁，共同參與疫情嘅鬥爭嘅。呢個係為自己着想，為屋企人着想，為朋友着想，為自己嘅同事着想。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積極參與社會嘅檢測嘅計劃，咁樣先至符合港人嘅利益嘅。我哋可以睇到香港政府全港18區設立咗140多個社區檢測中心，過程簡單、方便、快捷、安全，亦會充分保障個人的私隱。我剛才去了，真的這樣，很快，又沒有 不舒服的，又方便，是一件很好的事。同埋我們要記住，越多人參與這個計劃，越有可能切斷那個傳播鏈，越切斷那個傳播鏈，越多人去參與是越好的。